我就不信，我再生不了。哇哇！我们先想好口号，奇妙少年号，奇妙少年号，勇闯大洋，要押韵吗？啊，不是，奇妙少年号，海阔天空任遨游。好，不押韵，不押韵，什么韵不韵的？我不懂。奇妙少年号，海里的大炮，海中最骄傲，行不行？这押韵了，海中最骄傲，可以。行哈。我们是奇妙少年号，海中最骄傲。耶！盘丝号，船结豹，打的对方拼命逃。我们的船名叫香蕉号，非常的牢固。再加上我们有超级无敌的船桨，绝对不会散架。沉不沉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就这一波了，这就是我们全部赌注了，一定会有好的收获的。我们的口号是香蕉香蕉不惧波涛。耶、yeah! yeah! 我们的船名叫做威武小丁儿，我们的口号是威武小丁，威武先生，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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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就是正式的开船仪式了。海面竞速夺物资战，限时一小时。海面上有三个不同等级的物资点，一级距离沙滩40米，共四个物资，每个物资20浪花币。二级距离沙滩80米，共5个物资，每个物资40浪花币。三级距离沙滩150米，仅一个物资，即100浪花币。每次出海只能带回2个物资，运送次数不限，先到先得。和湖中划船相比，在海面出海滑行的难度会非常的大，因为在海岸附近存在一片浪区，海浪因为受到反作用力的原因，越到海边浪越大。同时啊，海浪自海中生成之后，一浪推一浪的前进，当遇到海边、陆地等障碍物阻挡的时候，海浪会瞬间增高。所以在这个区域内的话，少年们靠自己造的船划船离岸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这也是少年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考验。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以先划到第二个，把第二个钱拿了，再划到第三个，把三个钱拿再回来。如果先划到第三个的话，就怕第二个他们已经有人去了，所以路上就先把二拿了。到第二个先拿，拿完再回来。然后再往三前走，然后再一起回来。我就在岸上接。上船需要小心点哦。加油！先去第一个试一下，拿一个，然后往第二个走。第二个能到的话，咱就拿第二个。48块成本，我们看能赚回来多少。我们就最近的那个，我觉得能拉到就不错了。对，看到时候滑觉得挺顺的，我们就往后。咱们这个其实说实话能到第几主要是看后面的蔡老师能推的多。水性最好的蔡老师他要当一个马达的功能。V12发动机。先直冲第二个啊，最远不要想了。明白。蔡老师畅游60米没问题哈。畅游60米。1个小时。准备3、2、1开始，我走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吃个脚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脚脚脚，对对对，快走快走，你们抬后面抬后面，先背着背着，走，来，哇，走，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，右边走，因为风浪在那边，小心点。哇，这么冷，哇，好凉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，上上上。小心，小心！上了，上了吗？加油！两个，走，3、2、1，走，走，加油！1、2、3，往前推。我们能推多远？推多远啊？小贺，往右边点，往右边点。我再移，我再移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浪太大了。哇！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咱再往前推点儿。咱不用，咱不用。哎，可以，感觉可以。就让他浪走就行了。你看他自己会走的，自己会走的。是我在推啊！哇塞！我们这我拉一下。哦，坐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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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上。
你也上来，上来哥，划了走了，走。那我就在岸上帮你们加油了。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慢一点，无所谓的。加油！不用太累，慢点就好，一点一点，就跟玩皮划艇一样。累吗，雅轩？可以休息一下。行吗，蔡老师？没事，非常行。我怎么感觉没动啊？哇！咱好像没怎么动啊，咱没怎么动。我划不动啊！我划不动。来，小丁，你上去，我帮你们推。可以了，你推推推。加油！加油！张哥，下来一个人推一下，张哥你会游，下来推。那我直接下去推。下来推，下来推，豪哥在前面把方向。张哥，我们张。张哥，三。因为当时那个船没有船桨是划不动的，我们只能靠我和张哥去人工去拉那个船。行，走走走走，张哥，哎，这样快多了，感觉我们能超过他们。哎，我们先超越他们。完了，被海草卡住了。什么？被海草卡住了。这个。对。被海草卡住了。怎么了？卡住了。啊，有那个绳子还有。哇，完了。别推嘛，你要不你下来推。不是，怎么说？我能在这吗？能在这，就在这。你现在就这样慢慢解，找到那边，慢慢紧，好紧啊！哎，我们有机会。完蛋了！咱快超过他们！完了，他们超过我们了，怎么办？先不要那个了，不要那个了哈。我下来了。抓住啊，孙老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不怕不怕。抓住啊，不要，来后边，来后边。加油！咋又回来了？我们怎么离岸越来越近了呀？我们咋还在这儿啊？我们还在这儿。加油，加油！啊，越来越近了，我咋感觉我们没有动呢？走，走，我们往哪儿滑呀？在，疯了，我们没动。我们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了？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桨划不动，划不动啊！哎呦喂！推推，不是这个推。一、二。一二一，哇，好嘞！一二，那下面写的啥？果篮、蔬菜、泡面、礼包，看都不带看的，走走！一二一，加油！其实它是啥东西，我们都不用，我们就只拿钱，拿好拿的吧？你们觉得呢？可以啊。他们还在推的吗？他们还在原地。
怎么不上去啊？卡住了，你都走了，我晚了。你死我了！绑个绳子干嘛呀？因为我想绑在那个船上。这个绳子我知道是你的。对对对对。你们来看多米。好了，解开了。你们把那个绳子扔了。解开了，解开了，再绑一圈，绑一圈。知道知道，快快快！戴个帽子。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这么多？帽子先生，你框我呀？你框谁？真是。老不去了。一二三七，不然我来，不然我来。你上，你上，快点。快死了！完了，都比我们快。我上不去。我上，我上。哇，他们好快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完全靠人力。奇妙少年号利用竹子、游泳圈和自行车创造了海上自行车，理论上动力和浮力支撑是可行的，但在行驶过程当中，海水会浸湿整个船只，自行车的重力还是超出了浮力，需要人体补充动力，或者通过增加浮力支撑物的方式来优化航行效果。我们还在岸边。好累呀、啊、这个玩意儿。上面好冷啊。他们直接奔第二个去了。对，咱快到一了。咱就直奔一。快到了，加油。我说我加油，浩翔。站住，我先过去。你过去吧，我来转。这个我游过去也行。小心！我再给个劲，再给个劲。你上得去吗？有点困难。马上到了，我马上到了，加油！我可不可以游到第二个试试？第二个，咱先拿第一个。好，先拿第一个。能上吗？能上，能上。扔过来，扔过来。拿果篮吧，我俩给抱着游过去。这下还是没死。快到了。知道我们这50块钱花的都值了。嗯。这是多少钱？40块钱。对啊。充气枕头。烧烤炉。烧烤炉？一点也不吸引我。三轮车。那个车我们搞不了，那这车可以啊，我们没地儿搁，往前搁，往前使劲使劲。我先下去拿吧。哎，失平衡了，往前走一点。能上去吗？上去。往前坐一下，往前坐一下。轻了，轻了。我们太厉害了吧！拿哪个？躺椅怎么样？躺椅。拿这个。对，这个好拿。好。你们先过来，过来过。往右走。好好好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啊。你就把东西丢给我来。哟，哇呀呀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加油，一鼓作气啊，同志们，不然再出发可能会更累。要不就二号拿俩回来。还去最后吗？还是我们拿一个直接回去？我建议是这样吧，我们就拿两个算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不敢来这儿的。他们肯定过不来、啊、他们肯定来不了这儿了。我们本来就欠了钱了，我们不想没钱啊。再拿一个，我们回去再来，他们不敢来了。我看他们情况的，他们拿不了了。我们再来一趟，再拿一个这个，然后再往后面拿一个赢了。哎呦，拿个小点的吧，哥。我拿冲浪板，冲浪板放不下啊，放不下了。冲浪板会滑，我滑冲浪板滑过去。你确定啊，哥？走走回去。给我给我，
平时没见他这么能装水呢。这个不平衡，这个筐子，亚轩歪了。宋亚轩干嘛？宋亚轩，宋亚轩沉了。大家都推一点啊！哎呀，这烂筐子，这筐子不对，我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们在往哪儿游啊？游偏了。为什么还在这儿啊？疯狂游，疯狂踩，我们那个力度完全比不上那个风浪的那个力度，而一浪一浪离岸越来越近，就没想到。啊！我们本来想的是宋亚轩先骑，蔡老师在下面推，等他们南文回来，然后我再骑，第一个来推，又发现根本没有用，后来就变成了大家一起推，真的使劲的玩命的往前推，往面推，但你推的力量再大，不如一个海浪又把你打回到原点。我疯了，我们就像鸭子一样，我们在水上游着，你始终也看不见他的脚在下面有多努力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你们看不见我们的脚在下面有多努力。太难了，这浪太大了。游游游，右腿蹬。因为我们那个船跟海平面差不多一样的，然后海浪一直把我们往岸边拍，所以其实非常的无助。他们游泳去拿的，咱们也游过去拿。可以啊。你们要不要游啊？往那边游吧。我可以啊。好啊，是吧？我过来接应你。对吧？你们安全第一啊。当我们那个船真的实在是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内心都非常的着急。我真的会觉得我们前边的努力，那个心血不能白费。其实我不会游泳，但是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是。拼尽全力了，我和蔡老师去拿那个物资。不管这个船肯定是过不去了，我就是游也要游过去，一定要去取到一个物件。还骑吗你？骑，还要骑。我骑了很久，一回头，岸边儿。蔡老师到哪儿了？有蔡老师，你拿不行，拿不了的，拿不了。我们都是坐弄船上去的。是吗？人下不去啊。你是你小心点吧，蔡老师。好吧。你们现在去，走到第二。
哎呦！我们要去接蔡老师，不然太过分了。拼了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们假装再出海。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坐上去，这样横着坐。别又打到岸上去了，快快快，速度！加油，今天就要完成，能不能完成？可以。让蔡老师骑车回来。我们可以的，完成得了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。加油，威武小丁！我偏了，偏了。嗯嗯，快了。快了，快的，马上我们到了，我们这就一次就足够了。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。加油！三问这个世界多跌宕。Let's go！ 我当时看到大家一个一个拖着他们的船往那游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对他们非常其实的佩服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坚持，觉得对他们是非常非常佩服的。拼了吧，那就。还有五米，走走走，加油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做到。其实我们做不到，啊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加油，努力！哇！好了，帮你们了。加油，威武小丁，已经拿到东西了。呀！呀！呀！到最后其实就是拼了一口气吧，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最少也要拿回来一件东西吧，这是一个荣誉。哎呦，很难上。我没有什么难的，我都游都游过去了，我肯定是能够爬上去的。但是的的确确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能抠住的东西，然后那个浪不断的涌也很大，要去完成那个爬上那个浮岛那个事情都是很大的一种阻力。不太好拖。大哥，我先过去。这个我游过去也行。两个人拖着船，可不知道拖到啥时候。然后杨翔就说：“我先游过去，然后你就把船给拖过来。”他这样先可以过去把东西拿着，我也可以在半途接应他。我再走一步。我去先取物资，因为怕物资没了。
不是你一个上去船又走了，快快快回去，你又得过来了。怎么办？哎呀，放上来，给我加油！姐，去这儿，去这儿。啊！深吗？我怎么有点怕？没事没事，你别动了，姐。很棒，超级棒，超厉害，休息一下。这能递过来了，小心点。没啦。这两个八十。OK。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！哥，走了。哇！换边。太累了，我给你推过去。等一下。哇！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得推着走。就是要加油。很难下。推到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的地方，差不多上来上，不着急啊，保存体力，慢慢来。啊，走吧，加油加油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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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。一，我们慢慢来就好了。加油！好像没动啊，动了一点点。一，二，一。我们那个力度完全比不上那个风浪的力度，完全没出去，而一浪一浪离岸越来越近。加油！还能听到加油加油，一回头他就在你身后，完全没出去。迪哥，哎，不行就回来吧。两个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。一回头什么感觉？还滑不滑？啊？还滑不滑？怪不得人家人类要发明桨呢，对吧？还是要走那种正规路线，不能走那种邪门歪道。加油，今天就要完成，让蔡老师骑车回来。伤痕累，伤痕。我们不滑了，真的。怎么烂玩意儿？这东西有问题。蔡老师加油。蔡老师到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可能。我几乎在那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和想法，包括踩的怎么踩的那个绳子，或者怎么能够拽上去。而且我自认为，我觉得我还是有肌肉的啊，但是的的确确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能抠住的东西。近在咫尺，就是要加油。那是蔡老师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是严老祥，前面是蔡老师。他能游到这儿，他挺了不起的。嗯，行，他真的力够厉害的。
因为那个浪推我会比平常在那个平静的水面上游会更费力劲儿一些。哇，那个体力的消耗还是很累的。没有想过放弃啥的，因为已经到那儿了，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就不会放弃的人。喘口气儿，不着急，喘口气儿，不着急。但我游到六十米那个地方，正常我游六十米其实不会那么累。但是我游到那儿之后，我觉得哇，真的是全身已经不行了，酸了。我会觉得哇，非常非常的挑战吧。哇，哦，喘口气儿，喘口气儿，不着急，喘口气儿，不着急。但是我看到蔡老师在那边等待了很久，等一个有缘人去救他。踩这个绳子啊，我先踩着这绳子。来，你可以用蹬着点旁边那个，对，我觉得完完全全在那个时刻已经没有了竞争的关系，真正在困难的时刻我看到的是那份兄弟情，大家要彼此要去分享啊。不行，太没力了。蔡老师，你要什么给你拿下来吧。你拿下来。对的对的对的，对，我给你拿下来吧。对，你要什么？有抽气枕头，有烧烤架，还有沙滩摩托。咱拿沙滩摩托吧。好啊。哇，太棒了。这样哥你好拿一点。哦、谢谢浩翔。好。太棒了小伙子。太棒了小伙子。嗯。我给你回去了。我骑着你的摩托回去了。小心点啊。小心点蔡老师。这太重了，我拖不回去。给我们留一个环帐呗。可以，给你们留个烧烤炉。好。我给他们拖过去。一，来一个大锅。一，啊，谢谢。你要回去吗？啊？你要回去了吗？我回去了。先回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我们先去拿了。我觉得挺酷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能分享一件这个物品，我们努力了。我来帮你们。哥，你别下来，你别下来。没事，你不舒服。没事，没事。哦，辛苦了，陆地的感觉，你们太牛了。我看到他们就是真的很励志，对，虽然我不喜欢煽情，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很棒。
杨迪，哎，嗨，有车喽！耶！哇！我可以骑一圈吗？骑，你先骑。那个那是几十米、六十米还是一百米？那个没了已经。只有最远的了是吧？对，只有最远的了。跟哥拥抱一下，谢谢浩翔。太棒了！哎呀，真的真的弄上去，累坏了。对。他们人呢？我都瞅不着他们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啊，我好累，哥。慢慢飘吧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没力了。啊，真的扛不住了。哇，太累了。哇，累麻了。哇，真的背好酸啊！我们当时滑到那个第二个那个浮漂那儿，对，然后不是要一直要想去第三个浮漂吗？我感觉那中间我们可能就那么长距离滑了半个小时吧，我感觉滑的我们当时脸都白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不晕船都快被打晕船了，就在那个上面，就那个浪，咣一下逛一下。我感觉我人都会麻了，晕了要。明明感觉已经滑了很久了，可是好像还在原地，手都滑抽筋了。我看冲浪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时候你越往外面游，其实浪是越把你往岸上打的，就相当于你是跟大海在做对抗。所以我当时确实心里有想过要放弃。来吧，来吧，干就完了。别别别，开干，来，冲！二，这个物资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帮助的。我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去的话，有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饿肚子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完成。加油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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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到了，不是，再靠再靠，你好，没事，腰纹使劲，腰纹，腰纹使劲。我是撑不上去了，我感觉，我应该是没力了。我来哥，你的精神状态真的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喜悦，觉得这一下午我们所这个团队每一个人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好嘞，来给我。 OK OK， 马奇，箱子看好。我们荡回去吧。但是这回去可快。太快了，回去。但我们很成功了，已经真的。我觉得我们太厉害了，兄弟们。这辈子得到一次这种体验就够了。但是也是拿到了第三个奖励嘛，所以其实也是很有收获的。回来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太牛了！我们的奖都丢了。没
我当时整个人就燃起来了，我觉得好热血，抱着满满的两大桶。这个时候我看到就是少年意气风发，然后很帅，然后又有点小得意那个劲儿，坐在船尾，然后靠着两大箱火锅物资，特别帅，我当时都激动了。这么多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这日子都不知道咋过了，太奢侈了。我觉得我们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成功跑了。来哥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擦一下。太酷了，太厉害了。真的吗？来擦一下。太羡慕了。天哪，火锅，牛肉。天哪。天哪。哇塞。妈呀。可以。晚上吃火锅。太厉害了，爱死你们了。首先恭喜第一名啊，我们的香蕉队，恭喜恭喜！你们一共收获了220块钱浪花币。妈呀！哎呦！还完钱有120浪花币，来恭喜第二名。我们是浩翔、真源和欧豪组，哎，一共是80浪花币，哦，恭喜！第三名。第三名，程鑫、武艺和丁真组，我们这也可以获得了20浪花币。补充一下，小严还拿了沙滩车，对吧？沙滩车我给那个蔡老师。这个币还是在你们头上啊？币算我的，但是沙滩车是给蔡老师了。那你就自己私下里给啊，但是币还是你们120浪花币。哦，这个恭喜啊！哦，你们怎么有120啊？我们最后就是国庆老师、雅轩、杨迪和小贺组，啥也没有，零。啥也没有啊，我们在船都没有到那儿。